来三百，老板姐，我三百块，别大意。三百，搁有要吃无？三百，我尽量袂。我即马带你用，你有利用时间紧走。来三百，老板姐，我三百块，别大够，老板姐三百块。听好啊，伊四角是八人家搞买啊，八人家啊，你若买三百，我再搁送你啊，其他钱啊。来，再搁有你，再搁有你，再搁来三百块，来先开钱。再搁有你啊，再搁送你啊，来三百，再搁来。再搁有你啊，再搁有你啊，再搁有你啊。来，有开钱的人家等下啊，搁我加送看，再搁送你。唔免五百块，唔免四百块，来三百，再来一个三百。搁一个人家还嘛三百，搁无爱饲啊我，等下等下等下，来再搁一个，来，来再搁一个，再搁送你，来再搁请你，来再搁送你哦。来再搁有你啊，啊坐有你呢，再搁有你啊，唔免五百啊，四百嘛免啊，来啊三百，来啊。来，我等下你这一斤多少？来啊，三百块。来啊，一个啊，来两个啊，来啊，三个，来三百个要来无？三百块，最后两个人加三百，我加三四条给你的哦。拢有啊，来谢谢，感谢您啊。来，我做你帮我收钱，来，加一百嘞，十七八块好啊。来，再来要吃啥？来好啊，炸一箱了。你有人要吃啊？阿姐。我再来介绍我的新产品，我袂去来介绍。有人要食这起司鸡柳条无？这鸡肉做的，还有爱淋起司哦。你就用这个好啊，这比鸡块好食哦。这一包鸡肉，我两包五百，唔免啊，两百咯。来两百块就好了。来边啊我。来两百，这好食，搁上啊，这阿买啊。来三个啊，来两百块咯。来两百，人要食起司鸡柳条，两百块。两百个人要食无？起司鸡柳条两百。有啊。对啊，最近包起包上面没有的，我记下没有？哪个五啊？啊，一啊，一个啊，一个啊，一星啊。五啊，五啊。来，五百，两位，五百。到底要不要五啊？真正无，包等下。阿姐，恁有买物件，人家全部听我讲话哦。你啊，你啊都有消费的，人家听我讲话哦。你刚刚有买东西就注意听哦，是吧？啊，你今天？你是买啥？找八百啊。来，这包给人家无？来，给人家无？我来讲，这包真正足好食，恁全部人家买一包食看嘛。这叫梅龙的板条，这一包内底有五小包，内底酱料啥物全部拢有。安那煮，再甲你写甲足清楚。一个人给一包我最新产品，真正有够好食。我今日搁试食二十几样产品啊，后礼拜就搁一堆新的啊。我一定互恁尝试着足侪新的。啊，我一定爱加，一定爱把恁。信一个啦，物件好食，我才会起来买恁啦。啊，这个板条啊，一包五块，卖互你开三百，鱼啊五，都唔免。你若信任我的教诶，你甲我买一包倒去食看吗？若不好食，你摕一袋，内底其中一袋来甲我退钱。上先摕钱的怎样？一百五十落。来边啊！一百不少，梅龙的板条真正好食，百五落。来不来啊？后边搁坐。来，百五落，后边搁坐。百五搁买来无？梅龙的板条一百。来，再来一个，三个鱼啊。来。八五个要吃无？一百五十块，八五了。来，后边你处理一下。来，来个来要吃什么物件？哦，箱子 OK。箱子啊，做人个箱子给一包。来，鸡腿就叫啥子？来，鸡腿就吃。遐若吃嘞，你就指点倒来就好。来，稍微吃鸡腿卷嘞。来鸡腿店要吃卖沙发卖鸡肉过来200块要分了，来两百了200块，有人要吃鸡腿卷的无？200块投200块。你必须讲哦，这用鸡腿包来做的哦，吼，这一样加两条、四条哩、六条哩、七条哩，今仔先加钱的这三条货送你咯，唔免沙发，200块就好了。来，你要几分？我变两千来先得。阿叔，你帮我问我要几分？来两条、四条、来六条、来八条，人个好食。来边啊，五条。人个好食是排第五女块咯，来，是你个到底？来两条、四条、来六条、来八条、二十条，200块咯。来，搁要食鸡腿卷的无？200咯，六条、八条、二十条，来，阿做变做五块到底？两条、四条、二六条、来八条、二十条，200块咯。来边啊，我就问啊。是三条、六条。啊，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二十条、200，够人要买100块试吃看卖无？来一百。你人要买就买一百。来。啊，一百、200。一、二、来，二、一。我再听阿姐。到，来，200块咯。来，二、四，来，一百了。
那一百块你买袂过，要一计来算五六条呀？你买六七百块尔，啊，这真正好食，我就来转。那一百块是？啊，真就无食我行李。一百块买来，我真正无啊。啊，别个我全部。最后要两个买来，我真正无啊，才十条。十条。那一百。够要吃无？那一百，那多两百，来再来两只。两百，两百。好啦，啊，再来要吃啥？恁家讲。套天我先买。来，你要吃到底就炸只了，你也别啊，还紧嘞啊，唔免一千八百、五百，上面吃五百。一几尾五百，两尾五百，三尾四尾有你啦，五尾无，五尾无够，六尾啊五百。来，安尼无，一尾五百，两尾这套就上顶啊，四尾五尾啊，来六尾啊五百。啊。来啊。来，我很少无。你个少一个啊。来，套钱买无？我赚四尾、六尾有你五百，最后一个上面无啊。五百。这个咩啊？来，套钱。两尾啊，四尾有你啊，五尾啊，五百。最后三位比较无啥物啊，无。来边啊，我。我无边个。哦，你无边个哦。无边啊，坐下尔。坐下来啊。来两百五条边啊。加，有加一啊，无边啊。咱若要边一尾，我送你啊，你上奇奇个啊你。无边我找着，是吧？来个来个，啥物？我先到你，我先。我鱼，我先个鱼。你边个？哦，不拉鱼啊，是不拉鱼帮我退吧。他说帮我退，谢谢。来，来不拉鱼上面写三百，我旁边两百块就好了。我那边讲不拉鱼的，我两百块就好了。来这边哦，等你哟。啊，准备上回啊。来不拉鱼，这种无票票，这真能扛得住嘛？够这不淘钱，这够做比拼努力嘛？这个少，三百，这对拢我哩啊，两百块嘞。三个啊。这个领导咱大大住。三个哦。来两百块，要讲不拉的无？两百块。一堆好啉啊，足侪好啉的哦。啊，四爷，我小姐。四爷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我带你走，走起来。来，来，两百块。我带两块了哇。四爷最后你可能无啥搞，来，我变带两块，咱再看走啊。来，头前开钱的。无个收啊，无啊。快结婚了哦。来。无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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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啊这无啊，差不多。我叫你再找一三十嘛，即我照一条，找一三十块，我叫你，啊，好啦，你以后别跟我卡他，谢谢啊，阿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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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啥，好啦，你又起来，起来，我分分那边，我分分那边嘛，然后姐，你就冇心情，来，你若要点啥个，你点嘛，哦，你点谁？我开始点，哦，要点，哎，帮我，要点啥个，你点嘛，啊。啊，这俩，这俩我先买。啊，这是阮公司上好食嘛，是上俗的物件。这大家拢卖了了，我无敢骗的。这叫蚵仔丸，伊这内底两包咸仔卵，这一包内底有十二粒哦。你着甲真正的有够香的食七条。这一包百二两包鱼啊，是拢免大家试食，看卖一百了。来一百块，来芋头丸上面吃，来一百块了。有人要吃芋头丸的无？这两包一百块啦，这免考虑啊，一百块就好。来，头前啊。这是一个两包，是一个两包。来，头前啊。大哥，哎，坐，谢谢。后边后边好后边，不好记的。后边我这边啊，后边我后边啊。哪个后边啊？后边有啊。芋头丸是八干果要吃啊？拢有啊，来，来谢谢，快些给我放。啊啦。这啊这两个是马上要，真正无啊，这哪这两块钱啊要不要？啊。好吃不？我这边。你先打扫，过后我再来。来谢谢。来蛤蟆客，来蛤蟆客，钱的手也要客，麻烦客，谢谢。来，我这边蛤蟆客钱的。来蛤蟆客，钱的手也要客，谢谢你。蛤蟆客钱的。来，给我一包。谢谢，蛤蟆有客钱的无？来，这上面有给你。边啊包，边啊通包。来，六包。包。六包。哎，六包。先生，来，你帮我那个旁边呀。姐，你这帮我下头要多。啊，有人要食这无？这嘛好食，搁烧啊！这，伊这是啊铁路排骨啊，伊这大条的烟肠，这当用煎的就足好食的啊。这我一条自助餐，真正切到百三，我无敢骗的哦。伊这咸咸啊，芳芳啊，配饭足好食，百三加百三多鱼啊，唔免。我讲的偌好食，其实好笑啊！你食看嘛，我袂解好笑，一百块了。来一百块，上面食烟肠一包。然后人要食烟肠，一百块起价无？一百块可以。你下当食看卖，咸咸啊，芳芳配饭，真正赚一百块回来无？一百块啊，你可以了是吧？牛柳、牛腩，一百块回来无？啊，谢谢，免落啊，免落啊，免落啊，客气哦，你等我免落去，一百块回来无？拢有啊，啊，谢谢。
啊，所以你铁路排骨钱怎好啊？一个你给讲完给五百哦。到时你今仔到要讲完，还是够有话啊？讲完先还是？讲完啊。大家若要吃我乌鸡排，讲完到就要来啊，给他坐来啊。无啊，存到顶啊。什么三百？我讲完应该买着，大家娱乐的啦。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要吃讲完的三百，啥物事？来，头前啊，两位啊。啊，你无啊？两位，两位。没有了。我存到顶啊，有无啊？最后两百，两百，上面还没有咯。来吃。最后两包两百，咱们是啊，好滴吧？来吃，一包一包了。啊，咱们一包，我来，我来，我一包我。我，你平下了，平下了，好不好？冻完无？啊，姐，你先去。啊，这恁老要吃这？伊这牛肉哦，半斤半肉，这用我小加一块饭，加一块面，上好吃。这我一点三百二啊，两点600几块啦。哦。我招三个人在搞，我买半斤半肉。这两点免600，你要吃半斤半肉牛肉火锅，先给钱的人给200了，来200块。好，超前，超前。来，再吃半斤半肉，200块下。来，我是两分，来三个，三个。三分多少？200，你上好少是吧？来，多一百。两块啊，你阿叔。我知啊。来，这下这200200无啊？来，看来唔怕买过，买100。来，200而已。200够还500了。来这边啊。他说你把给那个赤小腿的包包回家了吗？好吧，就。啊，这来，后边拢无彩啊！靠呀，我还一挂住在你边啊，遐位，你啊，我会记得呢，我也袂记得呢。迄条什么青甘草？哎，恁要食五公肠，我要食什么虾仁鲈鱼酥哦。来，有人要食这铁路排骨的无？这肉香肠。